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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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听得清楚吗？应该听清楚啦，听不清楚我也不管啦。OK， 这里就在这里。OK， 各位大家好，我是那个卖鱼丸的。OK， 卖鱼丸的那一粒鱼丸，一粒，谢谢你。OK， 卖鱼丸的鱼丸。What the fuck， 我吃了屎。OK。让我们重新来好不好 ？OK， 大家好，我是卖鱼丸的鱼丸。就今天呢，是我的频道第一个开箱影片 ，So， 觉得事不宜迟。我先解释是什么开箱好不好？我大概觉得大概都觉得你们大家都猜得到，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我声音很尖。我很多朋友，甚至是一些观众，他们给我 feedback 就是。鱼丸啊，你的声音很尖呢，你的真的不行啊，你的配备很差哎，什么什么什么 ，Come on， 我听到好不好？我听到了你们心声，听到了 ，OK，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把我频道弄得更好。So， 今天我们来开箱麦克风，看到吗？麦克风，哇，我终于找到了。其实我本身想要买那个 Razer 的 C 人，可是怎么不要跑大了？C 人，可是卖完了，很多地方卖完是断货了吗？我好像上网找，很多地方都说可能是断货还是什么。可是那个，其实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牌子有，所以我会目前会想到的是 Sony， 也就是 Sony Black Razer。可是过后去到那边，其实店家说还有这一款，其实也不错。So， 我们来试看一下，我开一下。哎呀，镜头很远呐、啊，桌子很远呐、啊。喂。OK，So、okay, 它里面是啊，说明书。OK， 是等我得空的时候再去看呐、啊。然后它这个设计很贴心，你没有看到吗？看这边有一个孔，我是可以给你这样直接拉起来的，就 OK， 蛮好的。可是老板可以换掉吗 ？OK， 然后就是 OK， 再来就是它的麦的本尊啦、啊，哇哦，其实还不会很重哎、欸、，OK OK， 蛮好的，蛮好的。So， 还有两个，等它完再看。OK， 放在这边先。OK， 然后还有什么？一包糖，这是糖来的。那这一个还不错，他们还会送一包糖给你，好不好？哎呀，这边还有一盒是，看一下哦。哦，它的线啊，哦，然后这一款很特别是，它是用 USB Type C， 它不是那种。Type A 对 Type A 啊，还是什么了？它是 Type C， 就还蛮方便。它就是可以把线拆出来，然后再连接上去做一个录音啦，是觉得不错，其实很方便。它不是讲整个线都连在你的麦上面啊，还是可能在这边呐、啊，还是哪里啦，就很显得很尴尬。然后这一款是不错，因为它可以完全的拆除，然后也很方便带。里面大致上有这样子啊，就是它的盒子咯。然后它盒子外面也有做一些介绍啦。这是叫什么 ？Tromax 是吗 ？Tromax Ray One 啊，随便它了，我不懂啊，还是不要想。USB Type C connection plug and play is quite okay. Aluminium. Okay.就其实这一款呢，没有错的话是有四种。你看到它这边有个视力东西，不过你看到吗？视力东西，这个东西呢，它是有分你的，就是每一个不同的环境来做一个亮灯，就好像是，我看一下它说明书嘞，我说明书嘞喂。OK， 它这边就有讲，好像是 Cardio 的话是 Cardio 吗？Cardio。Sound direction 就是它声音是从哪里这样进来的吧？
然后他这边有讲是适合做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然后这边有什么适合的。然后通常我们这种实况组应该是用第一个的，就是 streaming 啊 podcast 啊 voiceovers 跟什么 intrusements还有 stereo 什么很多很多，它都不一样，然后它可以连接电 laptop 啊电脑啊跟 gaming console， 可能其实我不懂会不会连 Nintendo Switch 啊，应该也是可以啦。不过 PS4 的话跟 Xbox One 的话应该通常都是没有问题的。 So OK 好，我研究一下，然后再给你们知道它是怎样操作的，稍等我一下。OK， 好，我听到太好了，没错，你们看到的就是我的 laptop。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用 laptop 来录啦，就是我没有去组一个 desktop， 就这样啦。因为我平常都会比较到处乱走，所以我都是买个 laptop 来玩 game 啊，还是 video 啊，没错，就是我那个其实就是玩的两端一式。新的就是不一样，地价的。OK， 哇哦，哇，哇，啊，这个眼睛，哇，它是也转的 ，OK， 哦，很转的很流畅。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一款麦克风，它是获得了 A 加的 High Definition Studio Grade Recording， 是很好一个成绩，48K/16bit， 哇，这个屌炸天！因为一赫兹的话等于一 KHz 的话等于1000赫兹，所以这边有48KHz， 你们算一下总共是多少，是很高很好一个成绩。所以接下来呢，还有5种不同的模式，可是我们可以切换的只有这4种。OK， 所以第5种 Noise Cancel、Noise Reduction 的话呢，等一下我会做一个介绍。记忆的话呢，总共4种，分为1、2、3、4。第一个呢，它是给我们用来直播啊、组啊、用来用啊，还是实况组这样子，我们平常会用的。第二个呢 ，Studio 的话是比较偏向于在音乐室录歌啊，还是什么啊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呢，这个是作为像一个 event 有讲座会还是什么，你可以就声音比较大，收音会比较广这样子。所以如果是说这一个最后一个的话，第四个呢，你看它两个圈圈。这里是 interview， 就是说可能好像你采访别人啊，他坐你对面啊，你可以听到他麦克风，可以很好的听到他声音，也可以很好的听到我声音，就是收得到，两方都收得到对方的声音，所以是很不错的一个条件。还有这一个呢，这个 noise reduction 的话，是它会把，就是像 noise cancelling 这样子，它就是完全的静音，不是说完全静音啊，就是说它可以取消掉旁边的杂音啊，可以，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听到我的声音。像现在我是用这几款麦克风来录我的声音，所以其实算到来，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听到比较舒服，就没有太大的风声，还是其他的那种杂音、尖的音这样子。所以其他的，再下一个呢是 Plug and Play No Need Driver， so means 你可以直接接，你插上去就可以接到了，就可以接你的 Game Console、PC、Laptop、iMac。或者是一些可能带 USB Type C 的东西，电话刚好试了，可是不行，因为我的那个孔还蛮大的，所以不行，接不到。所以接下来还有3款颜色，分别有银色、黑色还有红色。我呢，鱼丸子拿了黑色的这一款啦，看起来比较美。我银色跟红色这样都不错，我算到来是店家没有货了啦，好不好？所以我拿不到。接下来是它有7种颜色，在屁股这边有7种，就是它可以分别的切换啦，有一个 button 啊，这个小铃铛。然后接下来是这个3米的 Type C cable， 就是很长，真的很长，我才发现到原来这样长，太夸张了。接下来是还有容纳的 3.5mm 的耳机孔，这一点很不错。就你不需要，如果你忘记戴耳机，你可以直接拿手机的耳机来做一个。连接，你可以直接听到很清楚的声音。然后接下来是有这个呢是它这个洞中间的，就像有些你们可能会看到一些 studio 啊，他们唱歌的人他们会接他们的麦，
在那个支架上面，你可以这样直接接，你可以不用这个支架的。你这个支架是可以拆下来的，然后你可以直接接那个支架。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啊。然后下面还有做一些介绍，是 Perfect for Gamer YouTuber， 所以一些啊，像 Meeting 啊、Interview 啊，他们都会有写出来，还有一些是音乐录音室。大致上是这样子啦。所以好，那之间的影片介绍就到这里。这次是我新买的麦克风啦。然后啊，还有接下来它这里有一个 M 啊，是切换的模式的。然后这个呢，麦克风是用来可能静音，就是说对方会听到的声音。接下来这个 V 呢，是控制你的声量，记得大小。还有接下来这 G 呢，是很像你的麦克风可能收音太高，你可以调整。就是说它不会收得太过强，因为它超出了它会提醒你说哦声音太高，然后你就知道哦其实就不用调那么高，大致上这样子啦，也没有其他东西了，就到这里啦。OK， 那我下个影片再见啦，让它还原，所以我知道我拖很久，啊，没有时间啦，大哥，我还要做攻略，心酸没人吃，不过没关系。我会努力的去把我的工作和 YouTube 兼顾，就是把两方都弄得很完美，不会有任何的差错，好不好？当然希望各位大佬可以多多支持我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你就按 like， 还有帮我 share， 然后当然也可以帮我一下，就是订阅啊，然后开那个小铃铛，不要怀疑，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Thank you.